干嘛要挤我？我不是现行犯呐、啊，我干嘛要跟现行犯没关系呀、啊？就在保时捷修理车里，说什么就是不下车，也不熄火，大喊自己不是现行犯，和警察在街上大声咆哮。我不是现行犯，你下车都听不懂事，你下车，你夹我的手，你要把你罚一个五是不是？民警把手伸进车窗，试图阻止这名驾驶，差点就被夹伤。到底为了什么事，双方在路边吵个没完。我干嘛要下车？无照了，无照，我叫你下车，我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你开啊！被要求下车，不止不配合，还频频挑衅。三号下午4点多，22岁的王姓驾驶开着自己的保时捷休旅车，载女友到新北市芦洲做美甲，在路边违停超过20分钟，执勤员警上前盘查，没想到他却不配合，只好查车牌，才发现车主没有驾照，无照上路被逮个正着。他好像是没有驾照。警察要求他下车，但是当下是他们上面还有什么问题，所以他还没下车，所以警察就很大声要求他下来，强制下车嘛。他后面有下来，然后后面有就是警察好像有开单呐、啊。呛警察自己不是现行犯，为什么要下车，还上网质疑执法过当。不过驾驶不止违停还无照，可以依法开罚，最高12000元罚款。警方也能用强制力要求离开车辆，不能再开。最后王姓驾驶见到支援警力到场，乖乖下车，请朋友把车开走，不过也收下至少8400元的罚单。 TVBS 新闻王华林苏佩宇新北市采访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